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，我们这一生重要的时光或许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，而我们人生以后每一天的日子都将是对那段时光的各种折射和回忆。所以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，同时也是我们每个大人的节日。今天和您分享丰子恺的文章，给我的孩子们。我的孩子们，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。我想委屈地说出来，使你们自己晓得。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。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！沾沾，你尤其可佩服，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，你什么事情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。小小的失意，像花生米翻落地下，自己嚼了舌头了，小猫不肯吃糕了，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，昏去一两分钟。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嘞。沾沾，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，却常常要搬动它，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。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，要皮球停在壁上，要拉住火车的尾巴，要月亮出来，要天停止下雨。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，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弱小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、表现欲的驱使，因而遭逢失败。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，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，所以你的遭逢失败，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，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，你们绝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，总以为是爸爸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，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铜力，所以愤愤地哭了。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！你们一定想，中天无聊地伏在岸上弄笔的爸爸，中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，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。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，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，摧残了你们，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。阿宝，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，袜立在地上，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的时候，你母亲喊着窝臭了袜子，立刻请你到藤榻上，动手毁坏你的创作。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，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，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。软软，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风，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风羊毫，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。现在你一定轻视我，想到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。最不安心的是，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
露露莎医生来，叫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，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，还要叫妈妈和曼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，捏住了你们的鼻子，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。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？孩子们，你们果真抱怨我，我倒欢喜。当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，我的悲哀来了。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相视的人。世间的人群结合，永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彻底的真实而纯洁。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儿回来，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叫做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，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，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。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，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的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。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，现实终于要暴露的，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，也是大人们谁都经验过的情形。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，到像绵羊的地步，我自己也是如此。后知是今，犹今知是昔，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，我的孩子们。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，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着黄金时代在这册里里。然而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，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。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，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，我的话在世间也无可印证了。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。时无重至，华不再扬，每一点时光都珍贵无比。去年我祝愿所有的人儿童节快乐，那今天呢，我想把成年人从这份祝福里先摘出来，祝愿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，健康愉快的成长学习。那大人们呢，希望大家能够懂得从童年里真正的走出来，找到属于你的成人的风景。感谢收听陪伴，365读书微信公众号为你准备了更多好文章，快去看看吧。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拜拜，明天见。